大家好，这是我的新的擎天柱玩具。啊，大家好啊，格子，这是我儿子拿到的那个生日礼物啊，然后他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变一下，玩一下哈，好，开始吧。这个东西买了多少钱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当时买来的时候，这个东西不便宜，500多块钱啊。这个东西变形挺难的，它腿部也需要变。之前你不是有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擎天柱吗？也录了一期视频的，那个擎天柱变起来和这个东西一样了。不一样，那个腿部只需要变，那个腿部不用变的，我这个腿部要变。啊，就是这个变起来更加麻烦一点，对吧？对，因为这个腿部要需要变。
这个擎天柱当时是那个某宝上面买的，然后呢，也不是什么进口的东西啊，是就是 made in China 的，然后是出口的东西，所以它卖的有点贵啊。这个擎天柱你自己变了多少遍？你也搞不清楚了，我有点忘了，反正就变了很多遍。反正我就一天就会，我一天就变会了，我一天就变会。跟 MP 是一样的，中间也是有个能量珠。啊，中间有一个那个什么能量珠的，对吧？对。然后那个这个箱子派什么用场？用来修理它。用来修理擎天柱的，对吧？对。用来修啊它。这个不是抽出来的，这个是拉啊，那个直很接。大的那个擎天柱是抽出来对，的，那个抽出来而且特别难抽，对吧？对，抽出来也没我想象中那么难抽。它背后这个不是跟 MP 是一样的，直接是能升的，它要这样，这个东西。要给它往上翻，这样。啊，这个就是都变好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还可以升起来，升起来，然后擎天柱躺在里面给它修理，对吧？在这个时候，然后今天就，就这样躺在那里它面。那个旁边还有辆小车干嘛？还有小车干嘛？运输车用来拖它车厢的，而且用来放枪的。啊，用来拖它车厢，对吧？对，还能用来放枪，就是那这个就算变完了，对吧？它这边就能这样，这个啊，上面放把枪，对吧？枪就卡进去。好的，好的。这个大洞是干什么的？是用来放车厢的。一个大洞是用来拖车厢的。啊，就这样拖，对吧？对，我正好扣上去你就可以竖拖。起来呢，这个就。这个东西没，
这个不像 MP 十那么难扣，因为 MP 十大。你说的 MP 十就是那个大的擎天柱的。对，那个 MP 十比较大，所以这个比较难扣。这个小的，你一扣就扣出来。好的，好的。那这个擎天柱变的地方，你觉得哪里比较难变啊？哪里变的时候比较困难？没有地方。没有地方困难对吧？就是都挺好弄的对吧？对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再会。再会。